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。朋友们，每年在辽视春晚都是演小品给大家送去欢乐，今年不同，今年我和我身后的这些艺术家们将一起合作，为大家来一首钢琴协奏曲。我弹奏一曲世界名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把你们忘了。开始。谢谢大家。其实你们不了解，一个人的梦想实现了，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。在这里，我真的感谢各位能够静静地听我来演奏，谢谢大家。我更要感谢我身后的这些艺术家们，衷心地感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要感谢辽视春晚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更要感谢我的钢琴老师，他就是我们华人的骄傲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。我俩哥弹太好了，郎朗老师太棒了。哎呀，我刚才你看我这一手的汗，哎呀，我弹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你衣服哪做的？衣服按照你这样子，我妈缝了一宿缝出来的。挺合体啊。哎呀，大家不知道，郎朗特别够意思。我说我想弹钢琴，郎朗就把他家的钢琴让给我弹，我第一天就弹碎了三个键子。方法有点不太对，用力过猛。郎朗说没事儿，我不心疼。咋不心疼的？都拿去修了。这是另外一台呀。啊，你家挺趁呐。好几个呀。啊，哎呀，真棒啊。郎朗老师，那行了，那你们好好排练吧，那我弹完了，我的梦想实现了，那我走了。哎哎哎，你别走了。干啥呀？你怎么刚弹上音乐会就膨胀了？这个还得给你继续上课呢。不是，钢琴会弹不就完了吗？继续上音乐语言课。音乐还有语言？音乐就是语言，但是音乐好处在哪呢？你走遍世界不用翻译，走哪都能听懂。我知道，音乐无国界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弹了，我就算我听懂，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听不懂啊。音乐有语言，你不如我们表演的语言来得直接。我哎，怎么那么嚣张啊？刚弹了个老柴协奏曲就疯狂了。我疯狂啥呀？我就说没有我们来得直接。不对。我不这么认为。这样吧，专门让你感受一下，你不直接吗？我就让你直接，单独为我做的菜，完全就对你。什么呀？我用音乐演绎春夏秋冬。我的天哪，专门给你做菜。啥也别说了，开始吧。来，
这是什么呢？我光看他们跳舞了。继续来啊。吓死我了！继续来。可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芭蕾舞演员，那是由我两个好朋友吕蒙、焦阳，谢谢你们，太棒了！我知道，金色的秋天，越来越有品味了啊！音乐素养咋样？哎、增加了，增加了，还没完呢，继续 继续。我知道了，音乐的魅力，春夏秋冬，真棒，大师就是大师，佩服佩服。那我们得感谢所有的艺术家们，在舞台上的所有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太棒了，这一刻我算是享受到了。这样，那你们排练吧，我这次该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干嘛？别走，多少走啊？啊，来辽宁卫视的都是大师。你是表演大师？没有。你怎么能走呢？我是大师，我会让你大失所望的。真不行，你看你们这满台那么多人，100多人呢、啊、这大场面，我们这个跟你们比就是雕虫小技。不对，你是表演细腻。哦，表演细腻啥？你这个多么深入人心的这些角色让你弄得那么棒，大家能放得走吗？不能。不是，你放我走，不放我走，我也不能演的，没法演。你行不行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
啥叫行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来辽视的演员没有不行的。行，郭大哥演好，演啥呀？那春夏秋冬啊。行啊，行，这样你也来一个呗。你们这么多人，我要一个人演吧，算欺负你们。是啊，我再叫一个人上来行不？行，你叫一百个都没问题。你等着，黄洋。哎，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哥咋了？嗯。哎呀，偶像偶像，刚才他欺负我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没事，我不是来了吗？那我走。哎，我一起。你来接我来了？不是，咱俩来一块儿给人演一个春夏秋冬，明白吗？那这么的，白哥、啊，你演着，我跟着。好。点站到了，请下车。同志，到站了，下车了。同志，到站了，下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阿黄，姑姑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？每次见到我都流鼻血呀。对不起，太激动了。阿黄，老同学，你怎么了？咱们毕业那么多年，你还是老样子。你不也是老样子吗？是的，我开学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喊我老师。你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你还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。怎么老激动啊？哎，太激动了。你还记不记得啊？咱们上学的时候，我约你看了一场电影，你看了一场电影，我看了一场你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就一个劲儿的流鼻血，一个劲儿的流鼻血。后来我去医院了，输了四个人的血才把你救回来。是的，不说这些了。我埋藏在心里的一句话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想对你说。说吧。我就想请你吃顿饭。姐，好啊，这句话我已经等很久了。你一直没吃饭。你讨厌。春天代表什么？我相爱。相爱，对，还有呢？还有我，代表美好的开始。美好的开始，还有没有？我知道，是春心荡漾。我看你有点春心荡漾。哎，春后面是什么？把他给我撒开！亲爱的，谢谢你，我要感谢你的父母，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我更要感谢你能嫁给我，我今天是最幸福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亲爱的，谢谢你成为我老公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，我特别踏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干嘛？干什么？没见过人家入洞房啊？夏，夏代表什么？热恋。热恋，还有呢？结婚。你跟谁结婚呢？还没找着呢。没找着就走。还有什么？是入洞房。又是你，你入洞房去吧，给。下后面是。秋。
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跟我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感觉越来越幸福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也很幸福。谢谢你，其实最幸福的是他。有这么句话说，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哎呀，我有这个小棉袄，再加上你这个皮大衣，把我热坏了。我的乖女儿萱萱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生的呀？我是秋天生的呀。啊，秋天生的。秋代表什么？我知道，代表收获。代表收获，还有呢？我也知道，代表成果。代表成果，还有？不是，是生闺女。我把闺女给你，你拿走。秋天后面是？我知道，我的名字就叫东林嘛。老伴儿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抹眼泪儿，怎么了？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是啊，咱的闺女在工作岗位上，一到过年过节她就加班回不来，不还有这个老头子陪着你的吗？切，谁稀罕你陪我。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，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你听春天的脚步来了。你讨厌，我这辈子呀就输在你这张嘴上了。我不光嘴，我还有行动呢。等着。到了，送你一个狗儿子。谢谢你老头子。我命令你把它给我带好喽。遵命。下雪了，老伴儿，瑞雪兆丰年呐。用四季演绎了冷暖人生，戏剧真是太有魅力了，大师。谢谢。刚才我们在演的时候，我一看朗朗还有各位艺术家用音乐相伴，我们演得更加带劲了。是的。谢谢各位艺术家。其实今天最高兴的还是我，因为我实现了我当钢琴家的梦想。朗朗，我请问你小的时候有什么梦想？我小的时候就想当一位伟大的音乐家，能把音乐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你已经成功了。谢谢。我的梦想今天实现了，当着这么多观众的朋友，我弹奏了一曲世界名曲。你呢？我的梦想就是和二位同台演出。太谦虚了。太有意思了。咱们问一问这些小朋友们好不好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当解放军。好样的。好。我想当一名科学家。还有呢？还有我想当一名人民教师。好孩子。朋友们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实现了吗？也许你把梦想忘了，也许您正在实现梦想的路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，而且一定要不断的追求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更精彩。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放弃，梦想是不会逃跑的，
逃跑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新年到了，我们问一问我身后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梦想吧。我的梦想是早点回家看爸妈。好，还有呢？我要创业开公司当老板。还有谁？俺单身，过年了回家找个男朋友，回家过年，俺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着。我不行，请你吃顿饭。在一起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梦想成真。朋友们，我们祝您新春快乐。